假如你的手机会说话，面试开始了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喜欢交朋友，性格开朗。他的聊天软件一整天都没有人找他，第一个找他就是告诉他晚上走了多少步，别人手机以为我是哑的，一整天都没有声音。我思维清晰，善于表达。对，最近一个月和67个网友对线，主题是詹姆斯是不是历史第一人？那你觉得是不是？杀。说下你的优点。我行事果断，点外卖平均纠结一个钟，然后选择再来一单。我想象力丰富，最近跟朋友聊天的确有说过，如果我是猎德村民就好了。我有探索精神，最近有上网搜索过，中了500万要交多少税，还有中了1亿要交多少税。那你平时有什么爱好？我喜欢看艺术片、纪录片、科普类视频。这是他最近半年的视频浏览记录，看一下。没有去看球。